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小芳先提醒大家搞砸，昨昏是咱全民念佛的日，或者是各位恁有时间昨昏参加全民念佛在家念佛的时，以后每一天每一天在家念佛，咱嘛会当同时证到菩提果。咱买当同时享受的欢喜，不一定讲就一定要出家。咱在家修行人功德非常非常的大，咱出家法师修行的师父，伊嘛爱靠咱在家大众来扶持来供养。然后呢，咱出家师父则将真济真济的佛法妙法传予大家离苦得乐啊。那么这是一来一往啊，一个出家，一个在家。但是咱当时咱的个性、本性、理念拢是一的时啊，咱大众嘛是会当成道，会当成佛啊。咱袂当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咱买得证到无上菩提果的法喜咧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佛法在世间呐，不离世间觉。佛法在世间，咱爱要去把握；佛法在世间，咱也要勤修，爱去欢喜去相信。信修，然后用在生活之中的时，我相信各位，咱一时生虽然是在家，咱嘛是照常一当成道成佛，成为有智慧的人啊。咱嘛一当断除真济烦恼呢。曾经咱一位老菩萨，啊，伊就开餐厅，开餐厅嘞，哈、啊，那么伊就去东东听到。人讲啊，你莫杀生哦，莫创啥，莫创错啊！伊就真正烦恼，真正烦恼，真正烦恼啊！有这个甲问我老师啊，哈、哦、啊，我安尼吼，我厝咧开餐厅，哈、啊，东方咧有鱼啦，有肉啦，咧煮饭食，安尼甲只师傅讲的都无下呢，唔知要安怎呢？老师啊，我唔要紧，咱这里、個。各种各种的因缘，各种各各人各人世间的和合的因缘，各人愿力，各人天命无相像。那么你煮餐厅，你要煮饭食，爱饭食的饱，煮好食，哦，咱不欺不诈，你就得修行啊，日时时时念佛。那么伊就交代伊个囝，哈、哦，你那滴切鱼切麦时，你就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那么老菩萨嘞，伊那我咧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时时念佛的时啊，你咪能度着度着无边的众生啊，你嘛有真大功德啊，你嘛有真大的福报的后边呢。所以就以老菩萨啦，我讲了，伊心脏放开去，面色煞清起来啦，无干那一直郁卒郁郁卒啦。那么伊就时时的真认真念佛，我用手拍一寡佛珠，我就摕开念嘛咯。哈，认真念，认真念，认真念佛啦，好不？到尾啊嘞，食到84、85岁啊，怎啊转去？往生以后呢，伊嘛去用火化，交代遐囝去甲火化，下日水，下日水了一大面呢。你看，哦，所以啊，咱一个人的善念，
爱知影法，知影好念佛的事，咱嘛法喜充满啊。要讲咧，咱南投县玻璃要武侠，搬到一间观音山庄，人阿个观音山庄阿叫好多的住所，是是伊的半路餐厅，老婆山啦、啊，啊，你这观音山庄这老婆山啦、啊，老婆山啊，伊就我的地主，啊，伊咧嘛是认真念佛，生意嘛叫做餐厅叫亏。那么，伊往生去是烧出舍利子，七粒的舍利子，金闪闪，圆滚滚。那么在去年啊，好，那么六月二四，关圣帝君圣诞那日啊，还有一个师傅啊，单条师傅在山顶单条师傅，关圣帝君啊，关圣菩萨甲讲啊，你速速下山去观音山庄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廖太太呢？啊！伊个舍利花、舍利子，佫生出着舍利子二十六粒出来咯。啊，那么就即速速下山呢，甲咱个观音山庄呢，咱个廖小姐、银珠小姐呢，讲啊，恁妈妈吼，啊，舍利花呢，已经哈，佫生舍利子，佫生二十六粒出来啊呢。那么紧，甲拍开看呢，真嘞。啊，真正甲拍开看，过生二十来粒，到达都三十三粒。啊，三三九，阳寿。啊，那么老菩萨呢，在家修行开餐厅，但是一心念佛，伊敢若交代讲，你爱煮饭是煮饭，食会饱嘿，煮好人的人客半路爱食会饱。啊，交代伊个囝、查某囝、新妇咧，安尼做，这个心爱心。时时念佛，嘛是照常化出舍利子，以后一年一年每一年一定搁直直增加出来，化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念佛的殊胜，念佛的功德啊，唔是咱一般人所会当体验、所会当了解啦。咱的善念，咱的慈悲心啊，慈悲愿，咱的爱心。不偏不倚，咱的无私心，心地光明正大的事啊，咱即是行功立德，都是在修行啊啦。所以奉劝各位在家大菩萨，咱伫厝时时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嘛好，两句嘛好，啊十句嘛好，啊咱随时咱用念佛。煮菜念切菜阿弥陀佛，切鱼嘛阿弥陀佛，切肉嘛阿弥陀佛，扫拖鞋嘛阿弥陀佛，时时就阿弥陀佛。那么心即是佛，咱的念佛的是，咱的心就是佛，咱的心就是佛啦啦。即心即佛啦，即心即佛，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是佛啦，这是无量的功德啊！各位，咱若是专门一下念佛，我相信咱社会更加和谐，咱国家更加安定呢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民间常常在看玻璃戏，玻璃戏内底咧，常常听到名言呐。天堂有路咱唔去呀，地狱无门咱弄入去。吼、哦，这句话是佛法啦，正是佛法最高的境界。天堂有路咱唔去，地狱无门咱硬要甲弄入去。这是啥？咱的无知，咱的无明，咱的坏习惯。所以咱的名门佛啦。伊个妙法，其中个妙法呐，断除恶习，不可第二；断除恶习，不可第二。退后一步，提高境界，免除恶果；进一步，反省忏悔，改过迁善呐。这就是明悟佛个妙法呐、啊。各位，咱若常常伫看玻璃戏红啊，吼。听玻璃红啊，较早黄俊雄先生啊，吼、哦，伊玻璃红啊，六合啦，吼、哦，壁雕啦，等等遐，迄拢是佛法呢。那么我看到玻璃红啊，迄内底所讲的真理，唔是一般人咱所会当了解的啦。天堂
有路咱唔去，地界无门弄入来。咱拢都是对天堂过来，来世间出世，来世间投胎，来了咱的缘，咱的知音，咱的感恩，咱的报恩，咱的继续缘分，咱爱珍惜缘分，结到未来生，未来生的缘分。可是呢，咱来世间歹习惯一大堆，贪贪未了，抢抢未了，夹夹未了，骗骗一直骗，做一挂危害社会、危害良心的代志，遐尼侪糊里糊涂。咱那是未记哩讲，咱都是佛来啊嘛，咱那对天堂都等于嘛，咱那是一直地下直弄落去，可能。想着有当家己目屎真正会流，当真哪会这么可怜？所以各位，咱拢是菩萨、佛、菩萨化身，光中化分无所异啊，化菩萨像也无变啊。咱拢是菩萨像呢，咱是安那，未晓去体会着咱着慈悲喜舍的大菩萨，咱是安那要做一个糊里糊涂、抢夺欠，这是夹。大丁丁呢？咱是要做这糊里糊涂，无咧尻川食咧下药，无咧福分，想要得遐个福报，根本都无可能个代志。不得福报，一定要行功立德，心地光明正大，行好路，做好事，讲好话。咱安尼做的是，咱是心得足安；咱来去做的是上天护法。新娘、新天娘、八宝，咱的祖先拢会甲咱斗扶持嘛，甲咱斗支持，咱就自然找出一条路来嘛。那是安尼，袂晓安尼做，咱一时是安尼爱咧糊里糊涂，画片啦、夹啦、断啦、抢啦、拍啦，哎呦，设一个陷阱啦、仙人跳啦、什么金光洞啦，咱是安尼要去做假的良心袂安尼出头啊呢？会记哩。这坏习惯、恶习惯，咱爱紧来断掉，唔通阁丢弃。咱早一天断掉，早一天向入天堂的路所等的。咱若慢一天，就渐渐踏入地狱之门啊！慢断七缘，永不超生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爱相信天理，相信因果，了解因果，了解天理的事。我相信咱拢要等于佛世界、天堂的世界，真简单啊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就来问伊阿姑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阿姑，你看最近去到多远？我嘛唔带去多远。我实在讲，老师，我阿姑，你多去啦？”我正常，你若姑那是走地工的，哈、啊！我若去走地工哦，真的咯，我都感觉，感觉你阿姑的心灵一片的黑暗，一片的惊吓，目睭金孔孔，对，迄、那个黑暗的地，崩空地藏地几味安尼？伊讲老师，我若姑都是叫怕死，爱再生呢？拢甲你结玩笑，在生呢，拢是甲人一寡有诶无诶，抢骗劫夺，无恶不作，歹习惯一大堆啊。哈，那么死去了呢？吼、哦，阮诶阿金啊，阿家家咧啊，亲戚就请法师、请师公，吼、哦，甲上经、甲做功德，可以讲已经一定天堂啊。伊感觉足奇怪，足奇怪，哪有可能在生恢恢乱来？死了后要请法师、上经，都要消除一切灾厄，哈、啊，面对黑暗的地界，我感觉足奇怪。我所以今日才请教师老师，你甲指点是毋是？我阿姑有上天堂无？我嘛感觉伊在黑暗的弄里面。地啊，无门，家己弄入去啊！那么咱就信徒弟子又嘿，老师，有影？我感觉我阿姑，吼、哦，死了后，吼、哦，发出用几啊场的时，感觉伊嘛是伫地下去，良心的谴责，良心的不安，良心的自责，必定踏入地下去啊啦！我阿姑这一片镜，爱甲镜加镜。阿姑就是一片镜哦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，互相相尊重，互相相疼惜。
互相小关怀，互相小帮忙，咱拢爱做。为何要做出一个糊里糊涂，破坏人甲人中间的缘分，破坏人甲人中间的感情，破坏社会和谐啊？那安尼咧，咱爱做的是一定自己踏入黑暗的深刻的地狱，永不超生啊！既然咱一个人点过踏入地狱，踏入黑暗的深刻，一时相对的，伊的子子孙孙呢，福报早得流芳都无呀。那么子孙啊，就爱共款承立承受这恶果啊，因为一脉相传嘛，一脉不变堪比人嘛，就是这条脉就传足古人，所以咱。祖籍流芳也是一代人得到祖籍的留下来的芬芳，留下来的福报，咱当然嘛得到福报嘛。所以咱大家伫世间，咱爱行功立德，做一挂好事，做一挂功德，行一挂德行，留予咱的子子孙孙，咱才是真正才是大慈大悲呀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人伫世间处处是陷阱，什么代志该为不该为，该做不该做呢？咱要做一个真正标准的判断，要有真大的智慧，要有相当这个学习国法诸法的经验，那无咧，咱真容易去踏入错误。一路道，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，爱来先佛寺啊，老师老师，你看我做这行生意会杀你无？我什么生意？老师我卖讲，好，这生意若会食，我所有的债务我会当拍得起，我都甲挂甲爆发咧，啊，砍挂，砍食含啊！水底高月娘啊，那么开始目睭金窟窟，搁刷嘞嘞，要安怎呢？我刷嘞愈陷愈深啊！水底高月娘，水底月娘，你直直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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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远伫陷入去，到尾啊，会沉伊内底死翘翘。就信道，目屎倒一流出来，老师。我将我厝提抵押，我某的赛车钱，我甲偷领去投资。就是讲，哈，咱较早咱的叫做老总统，讲去倒位，吼，住倒位咧，吼啊有伫倒位咧，伊咧搭下个签地美金几亿个，哦，这个咧，伫美国什么银行咧，哦，讲一大片呐、啊。啊！就叫伊啦，好讲你是足福气的人哦，哦，足福气的人咯，哦，你爱安怎，你会得到遮啦。结果伊就先去骗去啊，去领几千万，啊，几千万去落去咧，要去摕一条几亿、五亿美金的啦，结果去用骗去啊，目睭啊，眼红红，唔知要安怎，我贪啊，贪啊，贪啊！贪的地给咱，咱来先了解，算家有这福报无？有这个德行无？咱无咧德，哪有可能去得到什么歪财偏财呢？行功立德，你莫讲人甲你骗，欢喜甘愿，你莫贪，人骗袂着吧？对无？所以家己看咧，闽南人发一阵青，一阵白，一阵偏，一阵白啊，挨挨杂杂。我唔捌道，天堂有路你唔行，地狱无门你甲你硬要甲弄入去，要怪啥人？所以各位，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行功立德做好事，你若无修道德，无做好事者，你要偌好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那安尼就无天理啊！安尼好，即好心的人就免做啊。咱无看到一个好野人，好野人伊后壁偌济苦楚，恁知影无？咱唔知。伊做偌济功德无？你知无？咱唔知。伊过去先做偌济好事无？
伊是要来享受人间的福报的人，咱知无？咱唔知，唔知伊真心。咱敢看到伊好一面，后壁一面你无了解，伊安尼做。所以咱大家爱做好事，行好路，想好话，互相相尊重，互相相帮忙。那安尼只，咱世间，咱充满着欢喜，即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净土了啦。下朋友咧，咱因为避免着大众真济真济无必要的这个牺牲啊，所以咱专心到处拢开易经、风水这个心法研究班，一届三年。咱个人每个人会当学易经，啊，事事立开顺心。咱学易经者，咱一家和谐一条心；咱学易经者，咱较袂向骗去啊。咱人要叫咱投资要创啥一件代，你用先卜卦，一卦用先卜，或者咧，你卦用先卜，卜咧，咱就了解到吉凶祸福，个性先显，吼、哦，这先王王侯将相呀，自己用卦来卜这卦，家己了解，这是非常殊胜呀。高性先贤，咱有就去问神、问东、问西。那么不如求人，不如求自己，求家己，不如求真正家己。咱学易经，咱了解易经以后，咱会减一个烦恼。咱学易经以后咧，嘛会增加真济真济福慧甲智慧啊。所以易经一妙法，甲佛陀合二为一。咱是要扬贤拓才，正面育德。高尚之地，之志，哈，天下太平，这是咱这本宗门上大上大的这个宗旨。咱今时间的观念，到这就断了。